那他们寒假他们要学什么？他们要复习恰恰恰、华尔兹、论马跟 Tango 第一套，他们利用寒假这期间，他们要复习的。那他们下学期就是那个教那个复从也重新教过那个 Tango 第一套的跟三部曲法第一套的哦，那个是他们基础班的。那我们进阶班的话，刚才那我因为以前的进阶班只有剩下那个阿美小姐，还有潘美妮跟杨主任，只有三个，还有那个是吗？对，几个进阶也是，对，他们几个，他们以前的进阶，你们以前从基础班进到比较进阶的。那兰姐吧，兰姐，对，小学那我们下学期的话哦。因为我们那个，我们决定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把那个下学期的课程大纲，我们要交给那个杨秘书的。那原则上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他是说你们想要下学期，你们要想在学什么的？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有什么想法？有没有想法的？那这是你们很好的学校，要赶快讲。要开课吗？想要学的时候，我们要上什么？因为好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们恰恰总共有四套版本，四套版本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学的那个，还有社交舞第一套，你们也会跳的，第二套、第三套，我们讲说一兽几兽。哦，那个都忘掉了。好在论嘛。那么现在你们有复习第一套跟第二套，第三套是个铁达尼号啊，第四套你们上学期你们有没有去普里那个大成高中发表会那一套？那有些已经忘记一半了。好，那这四套，那街舞我现在把它浓缩起来成三套，第一套就是那个最简单的，第二套就是两个站在旁边开始那个就踢脚那个，再来就是。去年的夏冬天我们学的那一套，就 NDTT 那个，就是那个那一套第三套，有没有记得吗？有。那就是那个那一套。好，再来。华尔兹，我把它浓缩成三套，第二套就是一般那个标准舞的，我们有两套。就是标准有那个第一套，就是那个我们新出力发表会跳的那一套，就是华尔兹的完全那个。我知道你这边基础班也是有学过。再来就是第三套竞技部表演的，之前我们有学过那个现在基础那个进阶班的你们有学过。再来就是那个 Tango 我有五套哦，社交舞的两套，第三套我们在前锋。不知道中心那边有没有十块布那个有没有？哦，那一套，还有我们上学期写的哦这一套那个 Tango 有没有那个开步式那个五步转那个？还有第五套就是那个竞技部比赛表演的。没有，不是，第五套就是我们那个发表会，我跟李老师跳的那一套。不是，那个天狗的进阶不就是比赛表演的？之前他们进阶班以前，我就试过他们那时候一直教的那一套，从那个舞步转跟那个 side rock 那个转，有西班牙大步那一套。那你们就是说下学期有，就我们所要上的课，跟我们在复习的就不要重复到了。那复习的话，我们那个利用寒假。从下礼拜开始，我们在乾隆活动中心哦那边晚上7点到9点，我们还是一样礼拜二。那如果说你们看你们以前，因为如果说下学期的话，原则上一个摩登一个拉丁，那两个摩登或一个拉丁，我们也是可以。那原则上我就是说，那你们看各位有什么好的那个你们什么意见的？巴布的那一套。是不是再把它复习过一次？同意第三套。第三套的。同意。好，对，好，那这样子这里就一样的。好，再来第二套的华尔兹，
第二套的火好吃，第二套的火好吃，还有那个时间我们够的话，我们再来复习第二那个就是 Tango 我们上学期写的那个那一套，或者说八部一种，再是火好吃，火好吃那个有多出来的话，我们再复习Tango 的那个第四套，可以吗？老师有个问题哈、很多同学不大愿意接触华尔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哇，那华